我操，狂三！我感觉抖内速发加油，感谢感谢我们的史盖哥哥来了来了。我是不是要狙了？我自己觉得。还没电啦，这张怎么跑？抓地！好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这是哪里？冷静数月，你可以的。你往这路直直走就好了，不花俏，稳稳走。为了队伍的胜利，绝对不能花俏，数月，你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数月。为了我们队伍的胜利，不花俏，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里。哎，这个怎么飞那么低啊？差点就死了。不花俏，稳稳跑，稳稳跑，不花俏。我第一次跑到终点了，这飞不过去。不花俏，不花俏，我们为了获胜，不花俏，再花俏就要输了。为什么那个飞不过啊？这个怎么速度跟那个端游的不太一样？端游不是咻扇的很大吗？结果这个咻，这是强弱鸡啊！我操！好，跟Tony单挑一场。Tony进来，186597。有吗？有吗？惨了，我要使出 TT 大法了。这怎么关房间？等一下，又来了，不会关房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我靠，我要死！哦，算了。啊！我操，你踢跳了！该死 ！Go go！ 啊！没跑一问跑步，不行，我刚才按那个房间，按到我心态很炸裂哦。啊、我今天手感真好差、啊。哇！我现在单机多长？好像快不长了。好老烂哦！七局，跑太差了吧？1-1，成高3战2胜。
这一局认真啊，三战两胜哦，最后一局。有时候会按到旁边，真的有点烦。 哎，阿通你嘞？<笑>怎么回来？<笑>好啦，休息啊！<笑>哎呀，我那个转的好差啊！算了，休息，GG。<笑>好啦，我们只是两个人玩爽而已。 我觉得也开有点久，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子了。我来试一下各位飞桥。 硬要飞！喂！哎，为什么？ 我后面就没有练，我只有练到那个飞桥而已，练完就没练了。后面就不会跑了。飞桥绝对比较快的、啊，只是我后面不会跑。太早甩出去哦！我刚刚那个贴的感觉跟端游是一样啦、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掉下去了。哈哈。 我就只会后面哦，我只会前面哦，后面我不会了。可是我记得是这样跳啦、啊。哎呀，快压就会掉下去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，除了我的队友。哎呦，过来一点啦，给哥哥吸一口啦，来，来来来，给哥哥吸一口，对对对，哎，安内就丢。
嘿嘿嘿，来来来，给哥哥再吸一口！哎，等一下，我靠，完蛋了！我被队友害死，一定是队友害死我！哦，前面那个路障，气死我了！<笑>不管，我要靠自己的实力追回来。我不会掉下去的，各位，放心，这招我练那么辛苦。 好，快追到，快追到，快追到，在前面哪里？过一个，靠！完蛋，这过得去吗？我只剩下最后一个直线了。一个一个，走开，挽留！不会掉，我答应过你们的。 有，nice， 差点就要掉下去了哦，还不是因为一开始被人家撞死，放手就前面了哦。我没有抛弃苏斯啊，我现在用的是尖锋 S 啊，没有抛弃。第一火会变便宜，好像只要1600电池，我听人家讲的，压起来。